就是说倒退二十年，就是十多年，咱们喜欢他们谁？就现在的。不知道，不好说，说不出来。我挺爱吃豆芽的。我又是，对，哎呀妈，我侄儿家的娃就给你讲说我家我家的米粥，我说我可吃这个了，我可终于知道孩子吃吧，让我姐Thank you.
哇 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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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哈哈哈哈哈。